الحمد لله ثم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هدي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توب إلي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سيدنا ونبينا ومولانا وحبيبنا وأسوتنا ونورنا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عبده ورسوله أما بعد 无限的赞美至高无上的真主赞美真主赐给了我们伊斯兰崇高的信仰，赐给了我们健全的理智以及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共同赞美真主，颂扬真主的美德，我们仰赖真主并崇拜真主，以及多多的纪念真主，并且我们向真主求饶，并向他忏悔，求主饶恕我们的过错和罪过，我们祈求真主引导我们，我们祈求真主不要让我们遭受到我们自身的伤害以及我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凡真主引导的人，没有人能使其迷误；凡真主不引导的人，没有人能够引导他。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我又作证，穆罕默德萨拉拉胡阿里希瓦萨勒们，即使真主的仆人，也是真主的钦差使者。他是我们人类的领袖，是人类和精灵的楷模。他是宇宙万物的光辉，是他引导穆斯林，带领穆斯林经过了一个个艰难困苦的关卡，是他带着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短暂的23年当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辉煌，是他将古兰经完美的不折不扣的传达给了世人，而他的圣门弟子，他身边的那些穆斯林，因为古兰经而又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精英，愿真主赐福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使他们永驻优美的天堂，让他们饱尝他们所向往的天堂的恩泽。阿明，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伊斯兰的优越性。作为穆斯林，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的人，我们理当对自己的信仰充满着信心，并对信仰进行全方位的由内而外，从精神到实质，从精神到形式，从理性到感性，又从感性到理性，从广泛，从综合，从方方面面全面的认识伊斯兰，是每一个穆斯林不可或缺的。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伊斯兰的优越性。那么伊斯兰究竟有哪些优越呢？我们首先看古兰经。古兰经上真主这样说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إن الدين عند الله الإسلام 的确，真主喜悦的宗教就是伊斯兰。那么这段经文其实上他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人类社会有种种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宗教，但是没有一种宗教是真主喜悦的，除非是伊斯兰。伊斯兰成为了真主喜悦的宗教，真主受洗的是真主被选拔出来的一种特别的宗教，它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宗教，是引导全人类得以认识真主并崇拜真主，从崇拜和认识真主当中
又认识到让每一个被造物，尤其是人类，从被对人对人的崇拜，人对物的崇拜中直接的解放出来，解脱出来，这是伊斯兰信仰它的核心。那么古兰经上说这段经文的大意是真主喜悦的是伊斯兰宗教。那么为什么真主喜悦伊斯兰而不喜悦其他的？根据西方学者黑格尔的描述，黑格尔先生将宗教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自然宗教，比如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上较为早期的先民所兴奋的自然宗教，他们见了太阳就会崇拜太阳，他们见了月亮就会崇拜月亮，他们见了高大的山就会崇拜山，甚至他们见什么崇拜什么。然而他们所崇拜的只不过是大自然真主的被造物当中的某个被造物而已，他们崇拜的是自然规律和自然中的一切。那么这是属于第一种宗教，也就是自然宗教。那么这种宗教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第二种宗教是艺术宗教，比如早期的古希腊的、古罗马的、还有古埃及的、古巴比伦的、还有中国古代的很多的宗教，他们都具有文艺形式、艺术形式，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佛家、道家，他们更多的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比如我们了解到很多的这个佛教的僧人，他们喜欢喝茶，他们喜欢下棋，他们焚香沐浴，甚至他们喜欢写书法等等。甚至中国历史上在佛教僧人当中有非常著名的对汉文书法有着非常高的造诣的和尚，那么他们的更多的时间是通过与被造物融合，从借助被造物的力量，在自然之中，在深山和老林之中来修行养生。所以他们的这个宗教形式更多的或者是太多的是艺术形式，以艺术化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宗教，被称之为是艺术宗教。那么道家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道士显得很潇洒很浪漫啊，那么他这种采取的方法充满着非常文雅潇洒气息、逍遥气息，实际上是一种文艺形式。那么黑格尔先生将这种宗教描述为是艺术宗教。黑格尔先生所说的第三种宗教是天启宗教，而天启宗教比如天主教还有这个犹太教，比如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那么相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而言，伊斯兰教是最后的宗教，这三大宗教都是天启宗教。那么这些宗教既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的不同点，它的天启是属于它的共同点，都是同一个造物主，宇宙万物的造物者直接传达，通过派遣诸多地区的诸多的先知使者给人类传达了天启信仰这样的一个宗教，被称之为是天启的宗教。那么这三种宗教当中，天启宗教是直接是由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直接授予启示的，所以被称之为是天启的。那么其他宗教比如说艺术宗教，它是在人类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中，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有思想的人们、智者，用过他们的方式，通过研究，通过各种观察，最后总结和发明的人为的宗教，被称之为是世俗宗教。而天启宗教是属于造物主直接启示的。那么天启宗教当中唯有伊斯兰是真主喜悦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先知萨拉拉瓦里希瓦塞勒们在一段非常著名的圣训当中给我们谈到了这样一段描述，你们跟有经人的比喻是这样的，一个有钱的老板，一个这个有钱人呢，他要雇几个工人在他的家里面干活，首先他去找一个人说，我给你一块钱你来干活，干的时间呢从早晨到中午的时间，
我给你一块钱。这个工人呢，非常乐意接受这件工作，然后一直干了很长时间，从早上干到中午。我讲的内容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我们继续回来讲这段话题。那么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ihi wa sallam 在非常著名的圣训当中，是由伊本·欧马尔传述的圣训当中，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比喻。他说，你们跟有经人就是信仰真主曾经降世过的天启的经典的人，比如犹太人还有这个基督徒等等，跟这些人的比喻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家里面雇一些工人要干活，他找了一个人说，你要从早晨干到中午的时间，我给你一块钱的工资。那么这个工人呢非常乐意接受了。那么到时间之后，他将一块钱的工资呢给了这个工人。那么他又找了第二个工人，从中午的时间要这个干活干到将近这个日落的时候，这个太阳偏西的时候，说我给你一块钱。那么这个工人也非常乐意接受，并且干了这么多的活。最后一个工人是在太阳偏西直到完全落日的这个时间，他找那个工人说，我给你两块钱，你乐意不？这个工人说，我乐意。那么先知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说，第一种人就是犹太教，第二种就是基督教，第三种就是穆斯林。那么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相对来说，比第三种人干活的时间要较长，努力的更多，但是他们也欣然同意乐意接受这一元的工资。那么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他也是乐意接受两块钱，但是他干活的时间较短。先知通过这样的一段申训告诉我们啊，非常正确的申训当中描述我们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本质上的区别，通过这段申训描述我们比他们所获得的报酬要多，赏赐要多，真主的怜悯要多，而且所付出的所努力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就会听到这段申训之后，突然会产生出一种这样的一种意识，就会发问，你这个讲的是不是太民族主义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道理，天启的信仰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一切是由宇宙万物的造物主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了算的。也就是说，这是真主的规定，犹太教徒也无奈，基督教徒也无奈，穆斯林也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直接由真主赋予的。那么除了古兰经之外的其他的天启经典也是真主降世的，所以人类必须无论如何，你既然接受了，你就要接受它，承担它。也就是说，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信仰，这种宗教，你必须承担因为选择而出现的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你该享受你因为你的选择而得来的美好的结果，你享受。第二种是，你必须承担因为你的选择而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考验或者是其他的磨难。你比如说，我们作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选择职业也好，甚至是选择一生的伴侣也好，去任何地方也好，都是人类自身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无非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因为你的选择而产生了美好的结果，你当享受这个美好的结果。那么第二个结果就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产生的负面的对你不利的因素和一些事项，你必须承担它，你必须为此而负责任。那么作为信仰者，我们在造物主的面前，无论是你选择了行善还是选择了作恶，无论是你选择了伊斯兰还是选择了非伊斯兰其他宗教，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你是一个被造物，你选择了对还是选择了错，是你选择了。所以如果你选择了对的正确的，你会享受到你的正确的选择所带来的一切美好的结果，同样你也因此而承担一些该承担的。那么如果说你选择了一些错误的东西，那么你也会因为错误的选择而得来这个带来的
一些你认为的好东西你享受它，同时你必须承担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更多的灾难和苦楚，这是应当的，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导致的。那么通过这一段非常长的声讯，非常有趣的告诉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两个人呢，就是就不愿意说，你为什么对第三个人给他报酬多一点，而我们干了那么多的活，那么辛苦，那么努力，你干的给我们那么少。这个人就说，是你们愿意接受的，不是我强迫你们的。你们一个人从早晨干到中午，是你自己乐意接受的，而且我跟你说的非常清楚，我只给你一块钱，你乐意接受。第二个人你也是一样，你乐意接受，并不是我强迫你的。而最后的一个人也是那么很短的一个时间，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么是他乐意接受这个，所以你们不要抱怨我，这个不要埋怨我，是你自身的选择。那么通过这段声讯呢，阿拉的使者告诉我们伊斯兰的优越，伊斯兰比其他宗教，包括天启宗教中的其他天启宗教更为优越。那么这段声讯其实上是对刚才我读过的古兰经文的最好的诠释。 Inna din Allahi al-Islam， 的确真主喜悦的宗教是伊斯兰。那么除此之外，大能的真主在古兰经当中这样说， Al-Yawm akmaltu lakum dinakum wa atmamtu alaykum ni'mati wa raditu lakum al-Islam dina，说今天我为你们而完美了你们的宗教，我对你们而成全了我的恩惠，也是完美了恩惠，并且我选择伊斯兰作为你们的宗教，我将伊斯兰选择为你们的宗教。那么这个拉维图它的本字是真主喜悦伊斯兰成为你们的宗教。同时呢，阿拉的使者又告诉我们，我们在长期的在生活当中应当这样念，رضيت بالله ربا وبالإسلام دينا وبمحمد رسولا， 我喜欢选择真主作为我的主宰，我喜欢选择伊斯兰作为我的信仰，我的宗教，我选择穆罕默德作为我的先知使者。他这样的方式教导我们，是我们乐意选择他。而且这个祈祷词呢，有着非常非常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作为穆斯林，我们应当生活当中多祈祷，多念这个祈祷词。那么除此之外，先知还很有趣的给我们讲到了相关的很多的这个内容，说真主阿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不仅仅是从给予我们的给予我们的报酬方面，在我们之前的天启信仰的这个犹太教徒还有这个基督教徒，他们所获得的这个报酬更多，不仅这样描述了，这样阐述了，而且呢还讲到从时间的概念上也告诉我们，我们优越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先知说啊，有著名的圣门弟子艾布胡拉伊拉拉德耶拉安努传述的圣训当中，先知这样说，阿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让基督徒犹太人，也就是说穆斯林伊斯兰之前的这些宗教和宗教的信徒们错过了朱玛要么的君啊，就是这个星期五的穆斯林的这个聚礼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犹太人是要么 sabbath， 他们的休息日是属于星期六，基督教的是在要么的 ahad， 是在星期日，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在他们的两个休息日，也就是说闲于他们的节日，也就是从这个节日从时间上优越于他们，时间上领先于他们，从每周的时间排列的次序上也领先于其他的宗教。所以阿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说 Al-Yawm akmaltu lakum dinakum， 今天我为你们而完美了你们的宗教，你们的宗教的所有教条条款教义非常完美，并且说 Wa atmamtu alaykum ni'mati， 我为你们而成全了我的恩惠，我的恩典，通过时间上，通过空间上，通过给予我们的报酬等等各方面，阿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让穆斯林领先了，让穆斯林受到了优待。那么同时说，我选择伊斯兰作为
宗教信仰。所以阿拉苏巴哈努拉说 Inna din iddallahi l-islam， 的确真主喜悦的是伊斯兰这个宗教。那么真主并没有说我会喜悦道教或者是佛教或者基督教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没有这样说，反而直接的告诉我们真主阿拉苏巴哈努瓦塔拉喜悦伊斯兰，因为伊斯兰是真主直接赋予给全人类的，也是全人类的最后的宗教，是普世性的，直至世界末日来临的，直至世界末日到来，属于整个全人类的宗教。那么佛教是一个人创制的，道教是一个人创制的，基督教是在基于以前的天启信仰的基础上被篡改之后，人以自己的地方或者人的名字命名的，天主教也是这样啊，犹太教也是这样。那么作为伊斯兰，伊斯兰这个词不属于任何人，但是大家可以共享伊斯兰，伊斯兰并不代表任何人。那么凡是信仰伊斯兰的人都叫做穆斯林，归顺真主的人，服从主的人，一切服从和顺主的人或物都被称之为是穆斯林。那么我讲的这个话题呢是比较长的一个课题，我们稍事休息，下一期我们继续接着讲。 W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